毛晓彤杨乐合体拍杂志画面超甜，戏里幸福戏外暖心互动 CP 感十足。戏里最让人羡慕的就是陈玉和钟晓芹这对夫妻，虽然曾出现过感情的危机，最后彼此有所领悟和成长，两人复婚后幸福又甜蜜，这也是该剧结局最完美的一对角色。杨乐也发文暖心回应，原来两人有新作品要合作，同样晒出合照中毛晓彤也只露了半张脸，看来是故意而为之，这互动又搞笑又暖心。一起出席活动时，毛晓彤亲自为杨乐涂口红，戏里两人的对手戏最多，画面看起来很暖心，看来戏外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杨乐扮演的陈玉在剧中性格比较孤僻，现实生活中却十分的活泼开朗，给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暖心的大男孩。毛晓彤则是古灵精怪的性格，两人的合照看上去比在剧中更有画面感。杨乐和毛晓彤都是优秀的演员，精湛的演技让观众沉迷剧中，戏外同样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，期待能够再次合作，两人的表演看个自然又舒服，再次为两位演员点赞。